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五个消息 5.0 新增跑步特效纳塔坐骑。元神想飞天了，明朝好贵了。元神的五个小消息吧，先说第一个，也是信息较少的一个。新出的纳塔推文信息中提到了 5.0 版本角色将新增跑步特效，有什么变化？这是角色跑步脱尾之类的特效，还是加了点建模之类的动作？爆料没有明说，因为只有简单的一句话，但也有人在之前披露过，可能与增速有关，就是跑图变得更快，类似常驻的跑图工具。如果这是如此，不管是钩爪、飞行鞋之类，我们是要举双手支持的。第二个消息暂且不知真假，纳塔地图是多层。按照爆料的说法，纳塔的地图有些复杂而且较大，发现了不少跑图工具，这也是上边为什么说跑步特效可能是增速的原因之一。而目前知道或明显的纳塔新跑图方式，就是预告中的龙钩锁。至于龙宝是宠物坐骑还是幻化的形态，那就是第三个消息，纳塔的坐骑问题。真的有坐骑吗？答案是未知，但爆料推文的说法是有，反正内鬼也是这样打包票的。第四个消息，纳塔新角色。网络上绘制的纳塔角色有两个，一个是火神，另一个是希巴拉克，都没有实际图，但是火神据说有内鬼给出的模糊绘制图，而希巴拉克再次玩家根据细节绘画的参考图。第五个消息，原神二创视频热度再拔新高。之前说过，原神的同人你把戒指吃了，在某种热榜登顶了，大量的原神玩家在视频底下纷纷祝福。空服的二创播放量已经接近 700W， 其播放量已经超过了原神官方2024年的所有新视频。果然简单的美好还是很吸引人啊，这会不变成为今年最佳原神二创。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官方发现了原神动画在玩家中有着巨大的人气和期待，后续将会有更多的官方动画出现。原神纳塔版本影响可能深远，前瞻直播中有龙宝宝可梦，会不会进化，有坐骑，有化形，一切都是新的玩法和机制，而且不仅仅是龙宝，还有火神童等细节，以及纳塔地图地貌。虽然现在连 4.7 都没上线，距离纳塔端上来上早，但并不妨碍玩家提前欢呼雀跃，厂商大开眼界。算了下，纳塔至少要等三个月，大概率吧。接下来就是舆情红热时间，不可避免的网络将会有各种爆料小消息，内鬼也将蠢蠢欲动。但不得不说，这一次纳塔的保密，官方是做到真好，几乎杜绝了大部分的爆料。抛开这些，纳塔的官方展示影响挺多的。一，纳塔很惊艳，原神团队或许预料到今年最火的玩法之一幻兽帕鲁是新的大风口，毕竟之前短短一个星元游戏预告，就在有掀起了暴风雨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官方同样看到了蓝色星元的冲击，特意下场整合进来。二，米哈游还是那个米哈游，自我进化，不断卷自己，哪怕因其他厂商或网友而形成的红黑舆情，依旧无法撼动。原神在二游就是一座大山的事实，在内容和质量迭代，总能快别人一步。三，我们觉得最深远还是原神玩家的态度。今年二游各种节奏，让全游玩家对原神充斥的戾戾气和不满，也间接催生了各种乐子和闹腾。虽然原神运营态度上颇有瑕疵，但原神每期给出的游戏内容大餐，真的总有惊喜，能不断拉高玩家的期待。按照玩家的说法，原神是真的想在纳塔版本一飞冲天啊。当然我们也看到，对于纳塔版本的预热，有个别其他的玩家们暴跳如雷，乐子人痛斥这是炒冷饭，反米玩家跳腾这是抄袭，但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说辞罢了。毕竟在之前的风声曾听传闻说纳塔会加入坐骑系统，有龙宝看到内容做到了新意和区别，色彩更丰富，如果这都被拿来说是借鉴，没新意，那才真的是要起舆情。不管以前的原神版本有多少争议，但这一次官方展现的纳塔内容确实做到了玩家所期盼的程度。官方肯定做了市场调研，之前糟糕的卡池决策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，但他们还是勇敢地进行新的创新，因为他们看到了玩家的情绪，看到了其他厂商的颈椎。有时候争议的那句话，你不尝试去做，怎么知道结果好坏呢？拉胯的该说，但加好的也该赞。对于原神，我们也不用过多的披上双标，最起码纳塔的部分时机我们见到了卡池准内容，轻重玩法的初衷，这就是观态度的转变。只说明朝的舆情不做分析，我们也看到了明朝23日公测后，因为卡池问题、雪豹问题、剧情问题以及卡顿优化问题，在全网引起较大的节奏，闹腾最先从贴吧传到论坛，再到泛滥至某站，进而在短短半天内一发不可。在一片的指责和蛮战中，预测流水被玩家播报了三波，没能顶和超某音舆情，甚至是用褒姒定论来形容首日的情况。
原本玩家还期盼官方会立即出来处理或表明态度，只是直到23日结束，官方并没有站出来解释和安抚，导致泥潭社区的舆情再度爆发，声音已经从游戏本身升到对官方态度的声讨。直接24日凌晨2点，官方的致歉公告才迟迟出来，表示将对游戏卡顿、延迟、数据错误等问题进行优化，并补偿常规迟时延，但仍遭到玩家的不满，认为明朝没有涉及到关键问题，玩家为何不满？开服最大的问题，并非在卡顿或 bug 上，也不是奖励不足，而是两个源头。第一个卡时男角色，剧情跳一段不跳一段，两头不讨好。在24日下午，声讨的峰值达到顶端，大部分 IO 社区几乎都见到明朝舆情的起伏，玩家看到欲哭流水再次滑落，准备好开香槟了，甚至出现了置顶挂饰，各种不真切的小道消息传出。例如靠厂家彻夜加班，会议开到早上，舆情发生后23日大量招募策划人员，事情朝现实魔幻前进。在当天官方开启直播前，早早有玩家在直播间等候，目的应该是想反馈意见，或者但是情况出现了转机。随着当晚直播的开启，还有一份新公告，已经知道明朝开服的问题有哪些，为了补偿直接送至选五星，剧情全部可能跳过，优化手柄问题。看到华贵的瞬间，直播间被肆意的刷屏，社区全是欢呼雀跃的推文，明朝风评也在24日直播后开始回转，慢慢有好评多不差评，风声也成为了明朝什么时候出新角色，或者自选五星角色该选谁，玩家终于取得了理想的结果。这两天明朝的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子，记得关注再走哦，拜拜。